Hello， 大家好，過癮嘢喎！國際大事固然有啦咁但本地大事咧其實都有㗎。咁啊，呢個馮博稍就同一個即係好技術層面大家分析呢樣嘢。我唔係先講國際大事先，國際大事先啦。國際大事就係上次已經講咗，侵侵應該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咁睇翻個行情又看漲啦嚇。咁呢個咁嘅集集同埋金金咧，就呢個新加坡會議正式順利完成，非常順利完成。而順利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係中國係有參與嘅，仲好重要添，就貢獻咗一碟叫做菠蘿咕嚕肉同揚州炒飯喺個國宴清單裏邊，就係咁多啦。好啦，由於呢個中方嘅參與咧，就限於個菠蘿咕嚕肉，咁所以揚州炒飯啊，跟住揚州炒飯就配菜，咁所以基本上金金同集大，金金同呢個侵侵咧，就基本上非常幸福美滿地已經簽訂咗一個近乎和約嘅物體。而嗰個物體咧就已經講到明咧，就係呢個金金咧係會全面放棄核武嘅。咁呢個基本上，如果咁都攞唔到諾貝爾和平獎，我諗唔到你仲有咩人可以攞啦咁除非你話哦，因為佢稍後就會出現呢個即係反口啊其他嘢，咁我冇説話都講啦。咁會唔會反口？到時咪知咯。咁問題就係話，咁真係順利完成咗喎，攬頭攬已經出曬公告喎，咁全程就冇乜其他人參與喎。咁習大大就喺北京繼續食包，冇其他嘢做。習大大有小動作嘅，佢親自整包俾呢個普京食。咁都叫做即係頒咗個獎俾，唔係頒咗個勳章。勳章係咪有個孔子和平章啊？唔係孔子和平章，嗰個叫唔知咩，總之咩國際友誼啊，知咩啦？可能同孔子和平章唔爭曬面啦。咁我諗即係北京嗰邊咧，即係酸到喊嘅啦，今次已經。咁但係呢個咁嘅所謂歷史契機咧，就有好多即係顯身出嚟嘅手尾要睇嘅。的而且確，大家係估唔到侵侵掟彎掟得咁死快。因為先前咧都仲話係美國同南韓咧繼續要搞咩軍事演習啊，諸如此類，確保呢個美國對南韓嘅支持不變啊，巴拉巴拉大扎嘢。問題嗰頭一講好同阿金仔攬頭攬頸咧，嗰頭第二邊就即刻宣布停止呢個同南韓嘅軍事演習，搞到美國軍部都大為詫異。係冇説話好講喎，阿侵侵係三軍總司令嚟嘅喎，係咪先？咁佢嘅軍隊唔好玩演習，唔好玩搶灘，翻屋企休息下。咁大家哦啞咗，似乎歷史上都好少見咁強勢嘅美國總統咯。嗱，咁所以呢下嘢真係即係你唔講你唔信，講咗都唔信。咁就係嗰句啦，就係呢個以和為貴啦嚇。咁好明顯就係呢個阿侵侵開咗個條件俾阿金仔咧，同上個禮拜都講咗啦。你跟嗰個大佬冚家富貴，你跟我就榮華富貴，你揀啦。嗱，不過重點就係成安全承諾，係安全承諾。問題何安全承諾含金量有幾高咧？唔敢講。因為雙方都不停試過係起美豬啊、反派啊諸如此類。但有一樣嘢咧，亦都唔能夠唔配合金仔醒目嘅，就係美國佬，尤其是金金一嘢冚落去中國度冚得太過精彩，於是乎阿金仔唔肯跟呢個大佬咧，都正常嘅。你跟我大佬，佢已經俾人冚咗落地嘅喎。中興嗰單嘢最新情況乜家伙咧？嗱，中興通訊最新乜家伙咧，就證明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啦。除了各地賠款之外，連大清海關都不如，大清海關都不如，因為大清海關都名義上屬於大清噶嘛，啱啱叫咩洋人管啫，咁而家中興係一模一樣，基本上美國佬進駐中興，確保你確守嗰個所謂承諾，就唔再出高壓，咁其實咪即係等於話中美共管啊？你諗想像呢樣嘢啊？因為咁巨型嘅國字號通訊公司咁機密生意嘅所謂即係國字號嘅通訊公司，居然係中美共管，佢個管理層要30日之內要撤換啊嘛。係係要美國可以接受管理層啊。咁即係話共產黨管唔到中興啊？算唔算啊？係算嘅喎，大佬。嗱咁所以變咗就話，你點樣即係所謂裝飾也好，組織太平也好，都避免唔到一樣嘢。就係到底邊個係老細咯？咁邊個話緊事咯？如果美國可以派人進駐中興嘅，咁你其他嗰啲等而下之噶咯喎？你明唔明啊？中興話曬都係中國咧，即係500强企業排頭位嗰啲啊。咁其他嗰啲算冇幾？如果中興都搞成咁嘅樣，不難想像其他嗰啲陸續會有嚟。咁所以
好過癮嘅情況就係華為已經衰咗啦。上一次呢個投標5G 嗰個咁嘅光纖通訊設備啊，大劑嘢，基本上已經唔俾華為去投噶啦。咁然之後咧，就 Facebook 咧就又爆出嚟，同華為啊嗰陣咁嘅中國嘅電信公司嗰個設備公司就分享用戶資料。咁當然華為啊，即係極力否認啦。咁問題使乜否認啫？即係 Facebook 教主自己親自講嘅，你唔通唔信佢啊？即係咁，所以變咗就係一個好怪嘅 situation 啫。到底今次呢個所謂都唔敢話八國聯軍嘅陰功，呢個各地賠款何時了咧？你都想象唔到何時了啊，就係啦。咁所以阿金仔識諗嘅，你嗰個大佬都反正已經俾人冚到碌咗落地，佢仲唔跟過第二個大佬咩？正常啊，係咪？所以西瓜靠邊，但係中國人自己講嘅嚇。咁啊，呢個權力經濟咁啊，自然歸邊。咁啊，大家不論點樣評論都好啦，咁結果就係侵侵贏曬咯，大家都好酸噶啦，明白嘅。嗱，不過都有啲意見就係話，即係感覺上嗰個聲明就即係比較虛啲，係好虛。咁啊，好似攞唔到侵侵之前想要嘅嗰個不能逆轉嘅乜嘢乜。嗯哼，係啦，咁所以感覺上好似比阿金仔似乎係贏家。未必㗎，嗱點解咧？因為第一樣嘢就話，到底閉門會議嗰一宗講啲咩？正式會議前講過啲乜先？金仔話就話帶翻譯，其實金仔係唔使翻譯㗎。好多人唔記得咗一樣嘢，即係真係提醒大家嚇，呢、這個金金咧唔係嗰只二世祖嚟㗎。阿金金喺瑞士讀書㗎，佢讀瑞士貴族學校㗎，基本上佢係英文係非常流利㗎。不排除佢法文同德文都識聽識講，唔一定好流利，但係嗰間國際學校喺瑞士就係四國語言嘅，冚唪唥係外語。咁所以基本上金金咧係一個接受貴族教育嘅皇孫公子，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嘅土包子啊，即係形象比咁古怪一回事。但係佢同侵侵傾偈咧，技術上咧係唔使翻譯㗎。咁所以喺嗰一個鐘頭裏邊，實在佢哋兩條都傾咗啲乜家科咧，係唔會有人知道咯。咁就哦，你話金金贏曬咁啊，食住啊美國佬咁係唔係先？咁所以有啲蛛絲馬跡咧，你要睇到咧，侵侵咧係 buy 嘅 ，buy 到一個咩情況？正如頭先話齋，佢唔介意得罪軍方，佢甚至唔介意得罪南韓。你嗰個演習佢叫停就停，亦都即係話作為一個做生意嘅人，啊侵侵唔係傻噶嘛先？佢到底收咗一張幾大嘅牌，或者張幾大旗票？足以令到佢忽然之間下令叫你軍隊唔使演習，明唔明啊？上嚟係咪已經交個即係交出嚟嗰個心係已經交到阿侵侵覺得滿意咯？即係都要做翻啲嘢，話咪都要俾啲回應你啊！即刻咪即刻撳停佢啦，唔演習啦咁。係啦，即係人哋可能已經交出咗佢嘅。唉，我唔知啦，可能已經交出咗第一次啦。哇！你外交無小事啊，外交無小事啊。總之，侵侵係老懷安慰，非常滿意。唉 ，OK。咁所以今次呢個歷史性契機，正如我哋上次話齋，就唔好睇小佢，真係當一個出嚟外交小風波。正如上次我哋想講，一次過解決咗好多問題。到底呢個1945年日本1953年之後，同呢個所有二次大戰參戰國所簽訂嗰份三藩市和約如何落實？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呢個韓國問題。另外一樣嘢就係關於1953年嗰個休戰協定。到底會不會正式終止戰爭狀態？跟住就係南北韓如何統一，然之後就係東北亞無核化噶啦嘛，明唔明啊？咁所以如果話阿金仔跳槽過咗美國嗰邊，係一系列問題解決曬嘅，剩低最後一樣嘢啫，就係到底中國如何處理，係如何處理嘅問題。善後睇中國，而家就中國已經冇咗個所謂鐵桿兄弟。咁啊，金仔應該就會投懷送抱喺美國佬嗰邊噶啦。而韓國上次我已經講過啦，就大家唔好太天真，以為真係可以統一啊。技術上咧，講得難聽啲咧，美國佬都係玩緊個招嘅。如果你睇緊1972年所謂中華民國要讓個聯合國席位出嚟俾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如果大家有睇清楚個決議咧，台灣或者中華民國並非不可以留在聯合國。嗱，睇清楚呢樣嘢啊！咁所以其中一樣嘢講法就是，當年美國佬已經想玩兩個中國呢一招，
只不過是中華民國即係蔣介石不受啫嘛，否則中華民國可能依然係台灣裏邊嗰個成員國，未必是安理會，但係係成員國，你冇得唔承認啊，實體嚟噶嘛，咁就變成實質上兩個中國噶啦嘛。咁而家情況咧，好明顯係兩個韓國咯。點解呢？之前美國佬咧係打死唔承認北韓政權噶嘛，搞清楚呢樣嘢啊！咁就好多人忽略咗呢樣嘢。同你簽中戰協議係一回事，你各個所謂參戰方去簽中戰協議，但係並不表示佢承認你以一個所謂主權國身份同佢談判啊！嗱，兩樣嘢嚟噶。但係今次你發個侵侵嘅做法咧，係視金仔嘅北朝鮮為一個主權國，兩國其次並排對等談話，諸如此類。以前所謂美國總統諗都冇諗過嘅。因為你是完全脫離了一個所謂外交慣例嘛，就是話你未曾正式承認佢係乜嘢身份之前，你已經用咗國對國的關係的規格 去招呼佢。咁故之前人哋喺聯合國面有席位啦。咁問題係你只不過係將呢樣嘢變成一個確立咗嘅兩個韓國關係啊嘛。你話講難聽啲陰謀論嘅，你話侵侵分裂韓國都得㗎，而唔係統一韓國係可以咁講嘅喎。佢正式承認北朝鮮作為平等嘅國對國關係，同美國平等喎。咁你南韓如何自處咧？咁你唔會取消南韓噶啦。咁結果就兩個韓國咯。咁所以即使你無論如何，即係用好深嘅方式，用好嘅深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其實兩個韓係實際確認咗分裂，而並非確認咗統一嘅。搞清楚呢樣嘢。所謂統一咧，就先解決咗和平問題先，停止。所謂戰爭狀態，但係第二樣更加難處理嘅咧，就係你不可能話一國兩制啊咁嘅嘢㗎啦，香港證明失敗㗎嘛，唔會有人抄㗎啦。咁到底兩個獨立國家之間係用乜嘢方式嚟締結一個所謂聯合嘅國家或者統一個國家啦？嗱，呢個考智慧啦，這個考智慧啦。我諗兩邊都好難即係。即時有啲咩大嘅改動嘅，事實上係做唔到。就算以南韓方面嚟睇嘅，即係睇個民情嚟講咧，其實都相當多人會擔心要好似西德咁救東德噶嘛，唔想噶，要找數咯，嚇係唔想嘅。同埋畢竟佢同東德西德又唔同，就係、南北韓真係打個血海深仇係。冇錯，東西德冇打。係啦，咁呢個就爭好遠啦。第二上文化接近咯，東西德咁就所以咧就嗰、那個即係。南北韓，我估而家就係等於即係互相承認和平共存咯。係和平共存先嘅。咁呢個好清楚啦，因為喺雙方原身嗰個理解裏邊，即係只係簽咗個所謂當年五三年嗰個所謂休戰協定，但係理論上嚟講，兩個政權係敵對狀態嘅。亦都冇放棄過所謂統一嘅講法。南北韓都分別有嗰個統一部。冇錯。係啊，咁但係今次之後一定係會有個影響啦，就係係咪即係承認呢個事實，兩韓分治。和平共存，而喺呢個基礎上面再講一些可能是交流啊，可能經濟合作啊，各方面都不頂。咁跟住韓資同美資進入北韓，應該是會下一步發生的事。哦，正常的啦，佢保你全家富貴啊嘛，佢梗係俾錢你使㗎。起碼第一件事個傳言就係、是、北韓舉國歡騰咧，就係終於有麥當勞啦。終於不用是他發明的漢堡包，是吃的真正的真漢堡。OK， 我要真漢堡，我要真漢堡。做到了，現在問題都不大。所以這個小事，因為始終北朝鮮是小菜一碟嘛。但是嗱，又那句話，外行是看熱鬧，內行是看門路的。美國佬這個示範作用，為什麼對中國那個這麼大的威脅呢？很多人沒有留意為什麼，就是說當年你可以企圖搞兩個中國搞不掂，企咗邊手啊嘛！但係而家搞兩個韓國搞得掂喎，但係兩個韓國並非敵對狀態喎，你咁先至吊鬼喎，大佬！即係佢搞兩個韓國出嚟，但係兩個韓國係和平共存嘅。於是乎咧，你就發覺呢個 model 就好鬼死過癮，佢唔係揀一國兩制喎，佢揀兩個獨立國家喎，但係都叫韓國喎。好啦，你諗下，中國是否自古以來就是統一先？你漢妹蒙門撞從來沒統一過的啦，你預咗的啦。咁如果侵侵又搞呢招咧，同西藏講咧，其實中國可以同你和平共存。佢唔係講兩個中國啊，佢西藏還西藏，中國還中國啊，大佬。咁你點搞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如果韓國嗰個所謂和平統一能夠順利完成的話咧，你真係用翻呢個模式咧，
中國可以拆成五大件啊嘛，開門夢來闖，因為拆得開喎，大佬。嗱，滿漢冇説話講啦，唔見撚咗啦 ，OK。咁但係你蒙古、新疆、西藏，你肯定你話佢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係綽綽有餘咯。咁所以其實點解呢件嘢咧對中國係一個既係啊，即係酸到不得了玻璃心嘅嘢咧，亦都係一個令到中國中共中央咧即係寝食難安嘅一樣嘢嚟嘅。就係如果當年中國搏命維持呢個兩韓狀態，結果都唔能夠維持到，亦都即係中國嗰個維持秩序嘅能力咧係等於零嘅。下一個等住俾人鋸嘅咧，隨時就係中國。而鋸中國嘅方式咧，亦都係嗰樣嘢啦，唔係叫分裂嘅啦嘛，你係和平共存啊嘛，頂仲攞命係咪先？喺咁嘅情況底下，咁除咗中共之外，可能真係冇人會反對呢樣嘢啊。咁所以欲知後事如何呢，就睇呢兩韓正式和約簽成咩樣。咁侵侵肯定會有好過癮嘅嘢講嘅呢個。嗯，咁啊，應該即係朝鮮亦都可能會即係所謂改革開放啦，有可能啊，真係有可能啦。咁呢個會係一個幾大嘅，即係地緣政治上面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咯。係啦，即係北東北啊，整個突然間冇咗一個，即係長期以嚟都係冇個對峙狀態，冇個對峙狀態。而呢一個其實係由冷戰以嚟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對峙，即可以話係西方陣營以及即係共產陣營原身嗰個，即係直體楚河漢界，係個就喺嗰度啊嘛。一個好明顯楚河漢界，因為當年就史太林呢個金日成去南侵噶嘛，1950年已經預咗，咁所以所謂正式冷戰開始咧，甚至你可以話由冷戰變熱戰咧，就係兩韓啫嘛。咁所以呢個朝鮮戰爭係一個歷史大事。咁所以今次又係講翻嗰句，有侵唔攞諾貝爾和平獎唔得啦，解決。咁另一方面啦，即係呢一個南邊嘅越南已經喐咗啦。係冇錯。係啦，奧巴馬早已經訪問咗啦。係啦，咁呢個只不而家兩翼即係喺個原本所謂嗰、那個即係原生兩個前線咯，係啊，原生即係所謂冷戰屬於蘇聯中共裏邊嗰個陣營同西方嗰個兩個前線，基本上係向後褪緊，你 feel 到係已經食咗㗎啦，步步進逼緊，係步步進逼緊㗎啦。咁後邊會發生咩事咧？兩個屏障可話已經冇咗嘅，係啊，即係你門户洞開啦。嗱，古時嘅講法叫門户洞開，咁就冇曬屏障嘅一樣嘢啦。咁所以如果後面嘅即係你話新疆、西藏，亦都從時間出現呢啲問題啦。當然台灣又俾人鋸緊啦，係咪？台灣不嬲都已讀不回㗎啦，唔使諗啦嚇。咁所以應該就係話下一個目標咧，都未必咁快去到新疆或者西藏，未必咁快。點解咧？佢梗係會逐越淹你㗎嘛。嗱，淹得最快咧，我會覺得係呢、這個如果輪到啦，就南沙問題咯。你朝鮮先解決咗啦嘛，冇嘢要搞啦嘛。嗱，台灣唔會翻轉頭啦，你剩低會喐你邊橛咧？都真係睇南沙嘅啫喎。咁所以變咗，你會發覺成個東南亞咧又起咗少少過癮嘅變化。例如馬來西亞，大家都識講呢個 Doctor M 啊，即係起義唔要起高鐵都唔止嘅。你會發覺佢一樣更多少絕嘅嘢咧，就係所謂啊金大佬嘅問題啦嚇。佢唔使直接跟美國。今次你發覺 Doctor M 咧就係同日本傾緊偈。咁當然日本主動去同佢傾偈啦，咁你成個大東南亞戰即係戰略問題啊嘛，就係話馬來西亞已經意識到，就係原來同中國合作咧，你會搞到一身債嘅。係啊，啱啱之前咧，越南亦都有示威啊。冇錯，同樣道理。1999年嗰個租約又嚟啊。就係中國嗰種所謂新殖民主義嘅模式，就話：哎，我借錢俾你搞建設，但你欠我債，跟住我要你攞個港口99年。咁就係呢啲嘢啫嘛，咁所以馬來西亞咧就已經決定戒毒啦。點樣戒毒呢？就係揾啲更勁嘅毒品嚟食咯，就係同日本仔講咗，借日本嘅平價貸款去還翻中國嘅貸款。嗱，咁你咪即係叫起尾注先，亦都即係話你即係幫佢債務重組嗰啲係。係債務重組啊！如果就講難聽啲，唔好話債務重組啦。即係等於你落去火坑幫啲阿紅批阿姑贖身，咁人哋梗係以身相許啦，唔使問得貴啦嚇！即係哇，喺呢位公子，哇，你係贖身啊，仲想點啊？公子多金，唔係公子多情啊！咁你發覺就馬來西亞 Doctor M 咧，就揾咗日本嘅小船咧，就借日本嘅平價貸款，而平價貸款咧，主要係用嚟甩咗中國啲貴價嘅貸款，亦都即係中國
想通過呢個所謂經濟力量去箝制馬來西亞咧，連張牌都冇埋。咁呢一個馬來西亞本來就即係都係一直國內政治都係即係一黨獨大嘅，即係呢個係即係變天啊！之前都見到係即係立國以嚟好犀利。咁我自己嘅感覺就同啲馬來西亞朋友咧，係我猶記得嗰陣我五六年前啊，應該講緊六七年前。他哋即係啱講起話香港，咦？你哋嗰陣我仲喺立法會做緊，我話你哋可以做政治麼？定唔得嘅？然後佢哋個感覺係完全淹過咗，即係喺佢哋嗰個思維世界裏邊完全已經認咗命自己係同政治絕緣嘅，因為佢知自己係少數嘛。嗯係嘛？你華人只要即係所謂埋手做經濟，是但係好奇怪喎、啊！我睇翻佢哋 Facebook 咧，個個抌曬紫色手指，係啊，咁係好清楚，即係佢哋嗰個政治醒覺啦。是很犀利喎！唔止政治醒覺犀利啊，而且睇翻今次馬來西亞華人個表態都好犀利啊嘛！即係又係突出國際啦，中國啲記者就問你：作為華人，華人將你覺得中國咁核突啊？即係話作為華人，你會乜乜乜？跟住馬來西亞咯，我係馬來西亞人。嗱，呢個國族認同好過癮㗎！嗱，講得難聽啲。屌你唔聽我一撚樣，我不是中國人啊嘛！嗱，你同我講血統論冇用㗎，就係佢只係國籍係馬來西亞，佢嘅認同就係馬來西亞國籍咯。喂，人哋好正常喎呢下嘢。咁呢個其實合理。人哋確立一個多民族國家喎，即係呢只多民族並不等於多國籍啊！嗱，搞清楚呢樣嘢啊！咁所以如果沿用翻中共以前嗰個統戰思維咧，馬來西亞今次唔單止經濟上、政治上係挖鐵路。甚至在所謂民族主義上面都是挖鐵路的，而這個挖鐵路是在於什麼呢？是在馬來西亞的血統上的華人的人不再說自己是中國華人。其實這個即他們叫華社啦，華人一向其實在馬來西亞那裡那個聚居，其實它相當聚居明顯的分不同種族之間的、那個、即分隔很清楚，即當然不是一個政策，但是華人的自己內聚的傾向是很強的。咁當然即係呢樣嘢不嬲都即係所謂避而不談嘅，其實即係老實講個尷尬嘅呢樣嘢，即係但係明顯地你 feel 到嗰、那個即係嗱，如果你講即係華語樂壇啦，你好明顯見到佢哋華人，你唔通喺嗰度出到名唔係啊嘛，即係好清楚嗰個文化嗰個向心力仍然。即中共其實係有存在一個威脅，尤其是就講東南亞普遍喺六七十年代嗰個排華咧，有個好重要嘅背景係當時嘅共產黨。當時東南亞人撐佢㗎嘛，先進華人全部親共啊嘛。咁所以喺呢個背景底下咧，整個華人嗰個政治最先進嗰個親咗共，然後俾人打巢曬啦嘛。咁喺呢個結果底下咧，其實即係整個華人嗰個政治嗰個取態就變得好尷尬，亦都係即係大家唔想去講呢樣嘢。咁當然亦都好，即係而家去到呢一代啦，佢哋已經係再下一代嘅華人嚟嘅，即係呢個係佢哋嘅本地化。冇錯啊！即係呢樣嘢係好似照鏡咁，你香港、台灣各方面，都出現咗一個所謂即係同，就算我有一個華人文化嘅背景，但係對政治嘅中國係完全冇認同。冇錯。嗱，呢一個係過往喺六七十年代，你仲見到好多華僑咧係翻去建設祖國㗎嘛？然後文革之後撲曬街，有一扎流落咗嚟香港㗎嘛 ？OK， 走得甩嗰啲好彩。係啦，係啦，你走唔甩死因咗啦，係咪已經即係白骨一堆，你都唔知啲咩事啦。OK， 咁呢一個係好得意，因為當時即係作為中國作為一個文化祖國，仍然係對東南亞嘅所謂華社係有一個號召力嘅，係當時嚟講嚇。咁亦都當然因為可能當時都未即係個本土化未完成啦。咁亦都好明顯，即係嗰個即係馬來西亞嗰個國族嘅建立，亦都係向前邁進咗一大步。因為當地嘅華社、其他同埋其他少數族裔係願意參與嘅政治。冇錯，係融合咗呢個，融合咗呢個一定係要建基於已經係當咗你係自己，佢自己覺得自己自己人先啦，佢先會做嘅呢樣嘢。有少少係反面教材，點解咧？你發覺其實好過癮，今次即係啲馬來西亞人翻去馬來西亞投票咧，即係網上有一個好過癮嘅畫面出現過咧，就係。你嗰個咁嘅即係嗰個入境表格填啲乜家伙，為乜嘢要嚟啊？翻嚟啊！諸如此類嗰啲啊嘛，其中一個寫上就係我要救我自己國家，save my country， 真係咁填啊，大佬！即係話佢嗰個國族認同咧，去咗點就是、正正就係因為納吉咧就太黑人憎，太腐敗。佢沿用咗幾十年嗰套所謂馬來西亞毛統主導，其他人就冚唪歸順嗰個 model 咧，係唔再 work 啊嘛。甚至 Dr. M 今次都係啊，講到明佢脱離咗毛統，
脱離毛統反毛統啊嘛。呢、這個勁啊！呢個其實佢見到個新毛統，但係呢個新毛統咧，佢本身嘅凝聚力或者兼容性係好很大嘅喎。包括咗特赦咗以前嗰個政治敵人安華喎，啞咗嚇，唔係你運佢坐監嘅咩？點解你而家拉佢出嚟做翻總理啊 ？OK， 同埋所有嗰啲嘅馬來本身嗰、那個裝腳咧，冚唪唥倒戈。華人咧就同馬來西亞人企埋同一條陣線，因為嗱點解咧？好過癮啊！傳統上所謂馬來西亞嘅華人勢力咧，嗰、那個平台叫馬華啊嘛。馬華係企埋咗毛統嗰邊噶嘛，今次係兩邊都俾人反曬台嘅，亦都即係話馬來西亞嘅華人唔再跟以前馬華嗰一套嘅領導，係好清楚，完全脱離曬，亦都即係以前兩組出嚟，馬來人同華人共管嗰個模式咧，係唔再用民族劃分，一反變曬所有都係馬來西亞人。不再要你啲毛統啊、馬華嗰扎嘢，佢就係公民，係好過癮嘅呢下。咁呢個亦都同即係嗰個佢哋個本土化啦，即係其他族群嘅本土化啦，同馬來西亞本身嗰個民主嗰個進步啦。如果佢民主係真係一個實質嘅改變，嗰、個國家嘅所謂嗰個兼容性係擴大，嗰個政權係用咁嗰個民族凝聚力就出咗新嘅民族凝聚力就出咗嚟啦。咁所以今次馬來西亞大選嗰個所謂變天咧，係一個好。勁過癮嘅分水嶺嚟，咁所以真係唔好淨係睇住熱鬧嘢咯，同埋亦都有另外一種嘅凝聚嗰個共識噶嘛，就一致反華啊嘛，係好清楚啊，一致反中啦，唔係反華係反中，咁所以你發覺你高鐵又唔要，其他又唔要，包括借咗錢都要想還俾你，借日本借啲 yen， 點解啊？盡量排佢中國。如果以即個比例，華裔嘅比例，如果馬來西亞應該係眾多即係東南亞國家裏邊比較高嘅一個，差唔多四成四分一相對係四分五分一，相對高㗎。咁喺泰國嘅華僑嗰個本土化已經完全完成咗㗎啦。係啊，當然因為個皇帝本身都係，咁都唔講啦，姓鄭㗎嘛，大家知係姓鄭㗎啦。Okay， 強調呢樣嘢已經冇曬㗎啦，即係嗰個泰國華僑嗰、那個即係其實。嗰、那個華人血統，你見其實你睇啲人嘅樣子，你都睇得到嘅。係，即係其實嗰個形已經完全所謂即係本土化曬㗎啦。同化，佢唯一剩得嗱，泰國唯一剩得係階級分化。OK， 咁所以黃衫紅衫係呢啲嘢啫。但係並唔表示以民族嚟分化。唔係㗎，邊個啊咁你他信？嗯，係咯。姓邱噶嘛？係知啊。係 OK， 咁你全部係啊，根本係嗰啲你見到嗰啲人嗰啲樣子，你都知道係、即係混雜咗，佢哋已經係一個即係新嘅民族嚟嘅，可以咁樣講。咁、而佢明顯個文化認同完全都係咁樣。咁、譬如我想問啲泰國同學啦，應該佢哋全部講出自己其實個即係喺中國邊個位嘅，講、出知嘅，不過冇我完全唔識中文嘅 OK。知道咯，冇用咯，冇係咁多，已經再溝多兩代係冇曬㗎啦，新嘅民族咁。咁呢個可以見到即係原來啦，即係喺即係所謂由十應該由即係所謂十五世紀、十六世紀開始嗰、那個痕跡，即係華人喺東南亞嗰個大規模移民啦。其實即係如果你對比嘅話，你知個殖民統治其實個條件。其實冇可能是西方人殖民的係係中國行先嘅。中國行先嘅嘛，一定係。咁問題而家呢個所謂殖民的敏感就變咗矛頭直指嘅中共啦。係啊，咁啊，新殖民啊嘛。即係呢個就好，即係永遠都係咁敗家噶嘛。即係明明你嘅條件好啊，但係最後你係輸曬嘅。咁咧喺中共嘅文宣裏面就係話我哋好慘俾人恰啦，但係你唔提啊，你之前殖民嘅情況，我哋直頭衰遠必諸，我哋派隊攬咗落去雙人地高皇帝 cap 咗，綁架人嘅皇帝翻去南京啊。係啊，咁你做咗出呢啲咁嘅。咁你嗰陣你威嗰陣就威咯，係咯。咁你到你俾人打嗰陣就人哋黑我咯。咁所以呢啲嘢，唉，大家明㗎啦。咁所以變咗你成個佈局咧，下一個我南海啦。咁呢個亦都同我哋一講嘅南海啲關係啦。因為即係其中一個中國嗰個理據就係話我哋幾時有個孫衛史啊嘛。咁佢冇講錯，我係孫衛史喺明朝已經開始嘅，喺南海係有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哋諗下，實際上呢個中即係南。東南亞作為即係中國殖民地嘅呢樣嘢，如何係俾西方攞咗走？然後你嗰啲人點解個組織力會發生啲咁嘅事呢？其實喺清末嗰陣咧，即係啲人討論中國嗰個衰敗咧，有啲好清楚，譬如孫中山啊，或者再之前嗰啲即係嚴復嗰一輪，已經講得好清楚對比啊。
即係你佢去嗰啲租界睇完之後，人哋嗰啲西方人一兩千人一個社區，佢基本上係自足嘅，即係話佢社會組織管理能力有法院，有各行各業專業嘅人，基本上一兩千人已經可以完成自成一國。係啊，咁但係還一盤散沙喺南洋嗰度，基本上一盤散沙。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散沙化嘅社會底下，你嘅冇組織，你嘅人多係冇用㗎，你賺得錢多係冇用㗎，你最後係俾土著完全即係搞掂你，俾殖民者搞掂你。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當時好尖鋭咧，清武清楚睇到呢樣嘢咯，係嘛？即係個散沙化社會，即係長期以嚟咁啊！我哋之前成日嗰個拆開講一講啦，又推薦大家又有阿劉仲敬又有新書《經與史》係，就再講咗佢嗰個理解，即係再充實咗。講緊即係中國喺一個所謂吏治國家大一統社會底下，其實係令到成個社會嘅散沙化係一個作為一個傳統，係啊，係而令到個直接結果就係你發現係自呢一個基本上唐朝本身已經係咩㗎啦，已經係特缺嚟㗎嘛，特缺嘅政權啦。咁然後去到後期金嚇、啊，去到金朝，然後去到呢一個元啦，啊元，然後去到即係蒙古呢個清朝啦，即係好明顯你去到後邊已經係大半嘅歷史，其實所謂漢族本身嗰、那個即係大一統政權，其實係已經係即係輸多過贏啊，係嘛？咁、那個原因就係即係永遠都係被蠻族征服噶嘛。咁呢一個情況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同埋咗你流寇嘅第一樣嘢，除咗外敵之外，佢都講咗一個重要嘅嘢，就係、是、嗰個特徵啊。第一統社會咧，咪臨尾一定係會 Q 多流寇噶。咁呢個流寇其實就係咩嘅一個反映出嚟呢，其實第一統政府佢吸納，即係所謂嗰個吸取啊，即係將偏護齊民嘅叫做，佢仲將另一種嘅體制嚟做對比，就係叫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即係當然佢個理解就係封建制度保存咗一個社會嘅自我組織能力。而第一統社會係必須要以犧牲社會組織能力嚟到去成立㗎。佢係除咗中央政權之外，不容許其他社會組織存在啊嘛。咁所以佢拆散咗所有人對於嗰個佢個地方嗰個責任感，同埋嗰個即係叫做即係天然嗰個紐帶。而唯有咁樣嘅緣故咧，呢個嘅第一統社會先至能夠所謂長治久安啦。但其實係唔會長治久安嘅。去到第一統本身就製造不穩定啦，傻啲咯。即係當然啦，可以再睇睇本書啦。咁但係我呢個即係我作為一個引子就係講嘅，就係其實你睇下就算。嗰、那個即係喺我哋十五十四世紀開始，即係狠藉南洋啦，嚇、即係華人大規模移民啦。但係竟然政治上只係出咗一個即係南方共和國啊嘛，即係出咗個咪都死咗啦。但點解會咁樣咧？明明人多過佢，經濟上面嘅主導權一直喺華人手上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咁一個政治上嘅組織嘅無能，社會一盤散沙，其實只係反映喺嗰度啫嘛。佢唔會成為到個國家噶，因為佢哋係呢班人落嚟，佢本身係一個傳統落嚟，就係、是、一個。所謂大一統社會底下嘅所謂順民，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深刻嘅歷史嘅因由嚟㗎嘛。咁所以咪就係兩種制度或者兩種系統嘅互相比較呢個物競天擇嘅問題咯。係啦，咁呢個即係我哋睇翻南洋整體，如果就作為華人，去到即係上個世紀仲有啲即係文化嘅殘留嘅記憶，但係去到再一代人哋已經演進出一個即係所謂自己嘅國族社會，亦都係食埋你添啊！即係話係完全講真啊，東南亞華人之所以所謂有嗰個能力啊，其實咪又係得益於殖民主義啫，只不過唔係中國嘅殖民主去令到南洋歸順，而調翻轉頭係英國啊、荷蘭啊、葡萄牙呢啲西方嘅殖民社會嘅所謂殖民主旨去控制土著嘅時候，最好使咧華人咯，就係華人啦。啊，原來因為佢做奴才特別叻嘅，特別叻係咯，頂嘅，你會訓練有素啊嘛，訓練有素咁，即係變咗點解華人喺東南亞嘅社會既強大又尷尬咧？就因為你真係只係要依附喺一個強權之下，做佢嘅順民，你先要發揮到你嘅所長效。頂你真係攞嚟衰啦！咁所以變咗非直化之後咧，嗰幾次排華又好點都好啦，波即係沙沙石石嚟啫。嗰、那個跌跌蕩蕩去緊邊度咧？咪就真真正正人哋嘅所謂建國完成咯。建國完成就係的，包括華人在內，即係中國血統嘅華人在內，都唔再會去用以前嗰套殖民主義嘅環境嘅庇蔭嚟攞到佢嘅所謂政治特權。佢真係融入個政制裏邊。
公民平權參與，先至可以確保到佢哋嗰個所以所謂即係長治久安呢下嘢。咁就真係一個好重大嘅突變嚟㗎嘛。係，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呢啲東南亞國家的挑戰嚟咯，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基於嗰個殖民解殖嗰個背景，其實佢哋相大的內部矛盾，他們是需要解決的。而即是當然有一個轉折點，就是日本的即當然促進了 他的民族獨立、但同時間他自己即所謂當家作主之後，尤其是英國即在五六十年代放棄了殖民帝國之後，其實都是經歷了一段即大陸有當時亦都有輸出革命啦，搞了一大輪嘅，即係喺度轉轉折折，然後即係終於去到今時今日，我哋即係所謂廿一世紀初，咁好似見到呢啲國家都向住一個即係所謂新生嘅民族國族建構，新國族建構係即係廣納咗嘅。咁但係佢點樣處理同華人嗰個關係啦？但係個問題同時間出現咧，就係所謂中國崛起啊嘛。強國崛起啊嘛！嗱，呢個反差先好大鑊嘅，因為咧，你而家知道咧，喺好多地方咧，佢哋開始玩緊啲咩咧？例如，即係佢哋會走去，即係你嗰隊國家隊咧，然後同中國打，然後啲人就會揈國旗，新嗰啲移民啊嘛。咁呢個其實係令到當地嘅華社極之尷尬。係啊，嗱，某啲國家例如澳洲出現咗呢種情況，但係東南亞嘅情況調翻轉嘅。啊，調翻轉係咩意思咧？東南亞嘅華人意識到一個極之吊軌嘅情況。就係、是、華人如果要有民主，必定要去中國化。冇錯，沒有中國華人才可以有民主。死你啦！百試百靈喎呢下嘢，明唔明啊？咁所以令人醒覺啊嘛。咁所以咩叫中國咧？就係你嗰種中華人民共和國嗰下嘢，唔單止係一個所謂政權咁簡單，係一種意識形態啊。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嗰個天朝意識，明唔明啊？咁你要萬國來朝嘅，唯我獨尊嘅，自古以來乜乜乜嘅。你肯放棄呢套啦，你有民主啦，有機會啦。嗱，呢個唔容易啊。咁同埋同時間，即係而家話，如果你話民主底下，喂，咁就可以知道，即係新嘅所謂嗰啲鋭實力啦。其中一個點咧，就係話，喂，當佢真係可以透過你個民主程序滲透嘅影響力㗎嘛。佢玩滲透啫嘛。係啊，咁當然香港係一個好嘅試點啦。係啊。咁全世界都睇住㗎，你唔好以為人哋唔知啫㗎。係啊，睇住㗎啦。睇住㗎啦 ，OK。咁。即係某條村啲人飲完鹽水覺得冇問題㗎，你蛇齋餅種我反而最受咯，笑鳩你咯。咁啊好睇，睇咗原來，喂，你輸出嘅呢啲咁嘅人係咁樣可以搞得掂嘅，咁危險嚟喎。你對一個即係民主、即係文明秩政治秩序一個莫大威脅咯。係啊，就係透過你嘅即係移民輸出嘅話。係啊，咁當然都喺新加坡其實唔係真係開始落閘放狗咯。係啊，當然喺即係如果你講新加坡近年都係一個議題嚟嘅。對面啲人都反緊華嘅，其實係啊，係啊，裏邊啲人都反緊華。咁但係新加坡已經完成咗嗰個國族建設嗰樣嘢啦嘛，係新嚟嘅中國移民啊，新嚟嘅孫國移民變咗係弱勢啊嘛，佢冇話滲透唔到啊，好緊要呢下嘢。應該滲透，因為始終新加坡主權國家啦，咁佢有佢自己嘅辦法嘅，同埋新加坡人所以得來不易，你諗下一個戰。即係立國嗰陣，四面楚歌，然後成為東南亞嘅一個即係所謂重中心啦，即係全部東南亞仰望佢嘅，係嘛？即係呢啲佢點會俾你？即係世界一流國級嘅國家，係咯，仲要搞埋呢一個即係集金匯，全世界嘅重點放曬喺度啦，都搞得掂啊！即係一流國家嘅管治水平啦，佢已經展示出啦。咁樣喺呢個情況底下，佢當然自己啲人梗係唔。即睇住啦，同埋你都唔忘記佢，畢竟係一個即係民選政府嘅，佢啲人會反抗噶嘛，大佬。即係當然你話啲人都好順從嘅，其實係嘛？即係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格格不入啊！新一批嘅中國嘅嗰個高端啦、啊、移民啦、啊，即係新加坡政府喺十年前好積極咁引入呢一班人，咁、但係佢哋。成日被人拍片擺上去啊！喺度即係排隊去鬧人啊，打針啊，睇醫生啊，冇辦法嘅。因為新加坡好強調一樣嘢啊嘛，自從李光耀年代已經係咁啦，佢以文化建國優先噶嘛，亦都即係話，假如你唔接受新加坡呢一套，唔該你哋扯，就咁簡單啦。佢覺得好明確呢套，咁所以變咗佢嗰個所謂公民意識嘅要求、公民水平要求咧，係要符合新加坡嗰套，否則就唔該你扯咯。我覺得好明確嘅呢樣。咁新加坡亦都有樣嘢成日話，誒學新加坡學乜鬼啊？即係佢哋個社會主義係勁到你諗下，你嗰個即係出份糧啊，四成俾政府 cap 咗喎，大佬。好嘅福利。你香港人點做啊？佢好清楚噶嘛，即係我又記得嗰陣阿李顯龍啊，佢即係嗰陣啊
嗰啲乜有約嗰啲咧，係嘛？訪問佢，咁佢覺得好重要。香港係一個殖民地，我哋唔係，咪係咯。所以我哋一定要做曬嗰啲嘢，即係話成個包起你住房啊，學開頭學香港，但係去到最後其實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啦，係啦，自己套啦，包再進一步，政府再擴張啦，喺嗰個。問題係佢學香港嗰個時代唔係而家啊嘛，係冇錯啦。佢學香港嘅時代係英國佬嘅時代啊嘛，冇錯。英國佬真係做緊社會建設噶嘛，大佬，搞清楚呢樣嘢啊！咁所以英國咧係做咗叫做良好管治嘅示範，新加坡學係學嗰一套啊嘛，唔係學你殖民地嗰套啊嘛，兩回事嚟啊！事實上喺即係戰後啦，其實即係香港係一個好尷尬嘅地位，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佢所有嘅殖民帝國其實基本上已經放棄咗噶啦，實質上面嚇。咁但係香港係一個好得意嘅，即係尷尬嘅地位，好特殊嘅地位，隨時可以俾大陸收翻。實際上啦，咁但係亦都大陸亦都留故意即係長期利用啦，充分打算啦。咁結果香港就有一段所謂偷嚟嘅，真正香港意外地獲得嘅，其實就係嗰戰後嗰幾十年，大概就呢五十年左右啦，四五十年左右啦，但係亦都成為咗一個舉世即係所無嘅四十年連續實質經濟增長喎，係冇㗎，未試過，人類社會係未試過㗎，人類社會未試過㗎，係啊，亦都令到香港喺即係戰後一個難民社會喺三四十年間變成一個即係所謂第一世界，第一世界呢樣嘢，其實你講咩吹噓自己嗰啲咩脫貧嗰啲，你咁樣講已經即係最高質素咁完成咗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喺八十年代就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回歸前途問題，其實打亂咗香港個社會發展部分。咁而家睇到結果啦，係咪？咁啊，大家瞓到劏房咯，習慣下啦。啊，咩叫啊七十二間房啊？重新越正啊！有人就話啦，習慣啦，瞓喺呢個碌架牀。英國人就將你由呢一個徙置區搬咗上公屋，然後再上居屋啊嘛，再上私樓啊嘛。而家就係話唔得啦，調翻轉啦，你瞓街啦，係俾個貨櫃你瞓就已經感恩啦，唔該你咁樣咯，係。咁就變咗呢個社會退化而有目共睹嘅。社會退化啦，咁啊，我哋都見到啦，前嗰個禮拜係嘛，即係嗰個公安條例啦。同埋你諗下，哇！掟汽油彈嗰啲都幾碌啫，嗰個坐六碌有冇搞錯啊？係嘛？係咯。咁所以變咗點解話即係好似扯開好遠，但唔係嘅，係圍繞住中國側邊發生嘅事。咁如果有朝一日，你會發覺你喺北朝鮮都仲幸福過喺香港嘅，咁你明咩事咯？我們最幸福啊！咁你明白咩事啦？唉，咩叫殖民地嘅悲哀啊？大家留意一下呢下嘢，唔該啊！係啊，咁我哋拭目以待，睇下即係北朝鮮喺金仔會唔會做第二個鄧小平咧？咁樣金治王朝正式脱離呢個中華帝國嘅基比之後。用翻中史個講法就咁樣啦。咁你睇到㗎？學南韓脱離咗之後，喂，發達咯，幸福快樂喎，係咪？即刻連個文化影響力都爆發咗出嚟。係啊，係嘛？即係隨住個經濟成長之後，咁其他國家真係會睇住呢樣嘢咯。係啊，拭目以待。甚至乎你可以話，喂，即係老實講，韓國自己保存嘅中華衣冠係比中國仲多㗎嘛？明朝在韓國啊嘛，明朝在韓國啦嘛，已經韓國在日本啊嘛。所以即係好諷刺啊！呢樣嘢嚇，又唔係咩諷刺唔諷刺嘅，有啲人自己唔爭氣，關人鬼事。OK， 嗱，喂，話時話第二個 hot topic 就係喂，留翻時間俾你講翻少少事。你啲專業喎，呢個叫民生無小事喎。我跟進翻上次兩兩講過下有單新聞，可能未幾乎爆炸未爆，而家最新情況發展係點先？啱啱咧，即係上次講有位醫生啦，即係因為佢巡房不力，醫護責任嘅問題啦，護士出事入佢數，入咗佢數咁啊，就當然個護士本身都俾個 nurse council 都罰咗佢嘅，咁醫生嗰個就係醫生自己嘅責任啦。咁咧就係之前，因為我哋都略略交代下呢件事嘅，交代過話啲前線醫生，但今次唔係前線醫生反你台咁簡單。即係前線醫生反你台，你可以話理解係一種叫做即係政治嘅舉動啦，立場問題。但係唔係有樣嘢啱啱有個聲明出咗，未必新聞好大 coverage， 但係好多人都冇報，好多新聞但係呢樣嘢係已經係劇透咗，跟住會發生咩事㗎？問題呢個就香港醫科專學院出咗個聲明，就係話個醫生冇錯，你哋冇錯，你冇錯咯。嗰個係專業組織啊嘛，係冇錯。但係同醫學嗰兩回事喎，搞清楚啊！佢講一講個背景先，背景先啦，大家可能冇錯嘅。喺鬧內喺門內㗎Okay. 香港的發牌機構就叫醫委會 Medical Council， 即係你要做醫生，你要行醫圓護制曬，醫委會發牌俾你。發牌同紀律聆訊啦，嚇呢個發牌機構啦。有另一個叫醫學會 Medical Association，Medical Association 其實就係一個行會嚟嘅。嗯哼，呢個好奇怪喺其他嘅行會咧，譬如會計同埋呢一個嘅
會計同埋其他啦，律師啦，其實佢嗰、那個行會同埋嗰個紀律聆訊權係擺喺同一個組織的。係啦，但係醫學嗰個專業是指啊嘛。醫學界有啲特別嘅，醫學界分開咗嘅，好奇怪嘅。另外仲有一個，除咗呢個 Medical Council、Medical Association， 即係醫委會同醫學會之外咧，仲有一個做一類嘅組織，我哋叫做 college 或者叫 academy， 即係學院。學院。學院就我哋知道醫科生，你基本上兩大啦，香港就係中大、港大醫學院啦。但係仲有專科牌㗎嘛？專科嗰啲就係基本上喺醫學裏面最頂尖嗰個啦，發專科牌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機構啦，專業嗰個組織啦，嗰、那個就叫我哋有唔同嘅醫學，即係個唔同嘅 college 啦，係咪？又譬如外科啊、內科啊咁樣，係咪？即係分咗科專科啦，發牌嗰、那個專業嗰、那個叫學院嚇嚇、啊啊、醫科醫學院啊 ，OK 專科醫學院發專科牌嘅。今次出呢個聲明嗰個係專科醫學院，亦即係暗示咗你喺無論你喺往後任何無論喺乜嘢打咩官司都好咧。其實你冇任何權威㗎，即係嗰個權威來源即係得一個啫嘛，佢嚟㗎嘛。係啊。OK， 咁呢樣嘢過往。亦都即係法庭如果要傳召專家證人，係的話，就肯定只會傳召呢個組織嘅證人嘅啫。同埋，如果就算你傳召一個專家證人，佢有可能講嘅嘢係同個專科學院不同嗎？唔會㗎嘛。已經即係徐定音咗啦，即係喺個專業嗰、那個。層級裏面已經是一錘定音咗，確認咗呢樣嘢係專業判斷嚟。係啦，已經傳入，你找不到第二個解釋的 OK， 咁即係無論你往後就算即係根據之前醫委會的裁決，無論是醫生去上訴，抑或是病人根據呢樣嘢可能想做一個民事的嘅索償都好，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冇任何懸念了，不需要講嘅。一定知道結果會如何。咁亦都即係最新的消息，應該那位涉事的即係黃醫生應該都是會上訴的，係啊，就住醫委會的嗰個會上訴。因為醫委會做不到專業判斷。係啦，咁又之前我哋都講過一下，我哋就出件事，我哋都即係啊揾啲醫生朋友坐喺食下飯，問下發生咩事。咁裏邊咧涉事的外科咧，其實即係裏邊係好大的反感。點解呢？因為判咧醫委會個判嗰幾個咧。負責嗰個聆訊嗰幾位都唔係外科醫生嚟㗎，冇錯啊，專業問題。咁佢哋係其實係有少少意見嘅，佢哋覺得哇係係啊。咁所以咪咁所以就翻翻幾年前嘅鏡頭急速後轉啦，就點解當年嘅梁家騮會反台，話你個醫委會嗰個組成唔能夠俾佢通過嗰個改組就咁解啦。因為你如果政治有關嘅嗱，當然呢個紀律聆訊係一樣嘢，另一樣嘢就係咧，我哋之前講過即係所謂有限度註冊。有限度註冊就是你不經一個考試的渠道。我哋知道喺九七之後所有醫生你都是要經過一個考試，無論是英聯邦也好，大陸啊、台灣都統一咗嘅。咁咧就第一類嘅醫生可以即係所謂就避開呢一個嘅統一嘅考試，嗰、那個叫有限度註冊。有限度註冊其實係原生愛嚟引入一啲即係所謂教學或者專家。咁有人話你咁啲咩教授佢教你又得，點解佢唔嚟唔到香港執業？呢個好明顯就係即係我唔知道有心定無意去曲解誤導啦，係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因為堂堂一個你話OK 呢個哈佛醫學院教授嚟到，假如使乜你直接俾個有限度註冊執業佢個教書咯，佢度梗係得咯，點唔得啊？劏人噶嘛，你都俾個牌佢先可以喺香港劏得啊嘛，咁佢咪俾咗個有限度註冊？佢原本係咁用嘅。咁但係咧近呢幾年咧，醫政府就話即係醫管局就話咧唔夠人，就不斷咁用嗰啲。咁其實呢個其實有問題，因為喺外國咧，其實基本上即係喺所有英聯邦國家咧，其實佢。如果真係一個需要去做一個系統性的引入海外醫生，即係引入翻英聯邦其他國家的醫生咧，佢都會開另一種註冊俾佢哋，即係改革嘅。咁但係我哋原封不動用嗰種引入極度精英的方法嚟到去做咧，就肯定係有個問題，因為咧呢個咧就其實冇任何標準嘅投票嘅。你最後發咧係醫委會咯，醫委會投票，Council 嘅 member 去投票。咁所以點解當日政府講到明就係話？我哋係要推行個改革，所以要順手改埋嗰個醫委組成。咁嗰個醫委會組成係點樣呢？就所謂業界佔嗰一半咯。業界佔一半咧，就係有呢啲嘅即係所謂醫科專，頭先話專科醫學院有提名，醫管局會有提名，兩大醫學院有提名，最大嘅部分係嚟自於有14個係嚟自於全港醫生，即係等於一個功能組別選舉嚟嘅。係OK。然後另一個咧就係醫學會，
就係全港最大嘅一個醫生行會組織，佢亦都有提名嘅，亦都可以有七名。咁所以其實嗰個業界呢度係一半。咁另外咧，政府亦都會有委任嘅，有病人嘅組織嘅代表啦。而家改咗之後，有消費者委員會嘅提名啦，有政府委任嘅業界人士啦，一直咧維持咗個所謂即係叫做平衡嘅。咁但係梁振英政府咧，點解要搞到梁家騮要拉布咧？就係佢話。有權要去盡啦，係改變咗個平衡，原生個平衡。咁所以都點解你發覺最後就梁家乜都唔玩佢，就算我都要拉到你。係啊，嚇！咁呢個就係咁樣嚟嘅，阻止惡法啊嘛。好，咁啊，我哋翻翻嚟頭先講就係話，佢除咗有呢、這、一個咁，即係佢個權力好廣泛，因為佢實際上憲制上面，即係根據嗰個醫生註冊條例啦，裏邊俾咗佢一個法定嘅呢、這個即係發牌嘅功能。發牌權力。咁你大家知道嘅香港，你冒稱醫生係犯法噶嘛？咁呢個好重要嘅，你所有人甚至喺呢個身份證上面，你都唔可以寫自己醫生噶嘛？呢個係犯法噶嘛？啊，唔俾你噶嘛？咁呢一個就係即係好重要，係一個公共性喺度嘅。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壟斷權力。咁法定嗰個基礎就喺醫委會嗰度。不過咧，大家今次唔好忘記咧，醫委會其實亦都即係好少可過往咧會咁樣抬槓醫學界內部咁樣有好少可以未諮詢你班專家自己落判斷㗎啦。好少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即係政治上邊佢急速地想。即係我覺得係你話有一種睇法就係佢獻媚啦，即係即刻跪低啦，係嘛？但係即係我感覺就係、那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成樣嘢係亂咗咯嚇。係，即係你裏邊嗰個過往嗰個，即係喺港英底下，基本上你唔會出現啲咁嘅嘢嘅，好少。跟機制啊嘛。係啊，咁係咪個別人即係唔跟機制咧，或者係點樣咧？即係內部你知道應該就係有個別人士唔想跟機制。因為如果你跟機制的話咧，話事嗰個唔係你自己啊嘛，原形不露，你只不過是行政機構嚟嘅啫。醫學即係醫委會啦，佢係法定嘅機構，佢係有呢個權嘅。但去到最後，其實有三個醫生，最後就嗰個聆訊咯。啊，比如一般嘅聆訊，你嚟到你知道有好多即係話係成立唔成立，好多啲瑣碎嘅嘢。咁啊，行政上面有個初步徵詢委員會，就啲當值嘅醫生去即係有嗰啲委員咧，去到審即係邊啲可以再上嘅，然後先有個徵詢正式嘅徵詢，然後就可以好長嘅。OK， 咁今次咧呢、這個嘅即係亦都講咗㗎，即係其實咧喺初步徵詢委員會裏邊咧。其實是當時醫生的決定是不成立的，是很多即已經說了，有些醫生出了聲，其實當時有很多醫生都是覺得即看過其實這件事是不應該成為一個紀律聆訊的，現在即什麼事呢？是不是有人獨斷呢？是不是有人借刀殺人呢？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很明顯這件事就問題，結果就很明顯是有人反台，因為過往醫學界很清楚，你醫科即專科醫學院佢基本上即係所謂咁，佢係超然噶嘛，係專業機構超然噶嘛。咁問題今次嗰個反響就掉翻轉頭，好少可咧，醫委會咧會同佢唔啱，因為唔會嘅，一定要保持一致。咁細個團體其實問題就係、是、你要保持一致好容易噶嘛。過癮在一個好過癮 situation 就係、是、醫委會如果係有政治任務的話咧，好明顯今次就係政治與精英之間嘅對決啊嘛。咁呢個亦都問題，邊個會贏先到最後？呢、這個就好有趣啦！即係到底乜嘢事咧發生緊？裏邊即係嗱，好明顯，基本上即係外科方面好大意見㗎啦，因為佢唔識啊嘛，你唔識，你幾多機構唔識㗎喎？佢個政治任務係中輸入中國醫生咯，佢無所不用其極，都係想達到呢樣目的啫。咁總之佢有本事殺雞儆猴，你本地醫生要聽我話，咁冇第二句㗎啦，係咪先？咁你自己又唔夠醫生啦，你又冇本事啦。我輸入啲中國醫生唔差得過你，佢就係咁講㗎。劇本都寫好曬㗎啦噃。好，呢個係一種分析啦，呢個係一種你唔排除啊。不過我就聽，即係我哋即係收風啦，醫生啦，亦都不排除係另一個焦點就係世代之爭。上一代的醫生看醫生的責任和今一代的醫生看是兩回事的、因為審那班人其實上了基本上退休的、就是、在他們的年代呢、護士真是你的妹仔來的、所以他的、那個、布蓋得不好真是你的責任來的，那問題就是你的專業分工的情況當然不再是這樣的嘛，是所以即我們聽回以前的即講回他們做醫學生那陣，即再幾十再十幾廿年前真是啲護士被人罵到咁後來已經係專業分咗工，咁但係分咗工啦，好清楚喺即係日常嘅運作裏邊，即、就、係、是、所謂病房經理啦，同埋即係護士長啦。但係呢個係全世界
走啦，一致嘅走向嚟㗎。就係因為你嗰個醫學科技越嚟越複雜，你根本不可能要醫生負責曬所有嘢，你必定係揀專業分工。咁所以點解你麻醉師也好，你嗰個護士也好，你嗰個所謂醫院管理有各自分工清清楚楚。嗰啲譬如話嗰啲物理治療啊，各方面啊，分工得好仔細。問題分工得嚟咧，佢係通過個科學嘅管理方式，令到大家係分工而可以合作啊嘛。咁所以你話個世代之爭其中一個引火線係乜？家科就話，如果你醫委會嗰班人一擺到明嘅退休人士，你係用緊以前嗰度睇而家嗰個專業分工咧，梗係溝通唔到啦。咁問題你嗰度唔 work 噶咯喎，咁所以反而醫生或者醫學界咧，下一步會部署係乜家科咧？係由醫學界主動帶動去改革醫委會。會啦，咁我哋見到今一期嗰、那個即係醫學即係醫委會啦。即係年青醫生工會啊，各方面咧個動員的確係強咗嘅。係啊，咁呢樣嘢都喺個大圍嘅新聞裏邊，大家未必好睇得到。嗯哼，咁啊呢樣嘢個暗湧，即係同我哋上次講個民主三百家，其實係預出一次。預出一次啦，即係年青一代嗰個發覺，即係喺個過往傳統港英咧，呢基本上係即係籠絡嘅對象咯。其實唔會將你變成推咗你喺政治上嘅前線，要你就受打壓，就係唔想你搞政治，就係想乜都俾曬你。佢籠絡咗你幾個大，即係呢啲德高望重嘅醫生嘅號令醫學界，基本上係綽綽有餘啦，乜都俾曬你啦，為俾曬啲功績你哋啦，係嘛？然後即係可能籠絡一兩個嚇，再上高層嘅潮流興拆大台啊嘛。咁啊，過往我哋呢個就叫做呢個叫共識政治啊，係專業共識政治。而醫生其實係一個好好用嘅，你會發現醫生喺香港嘅即係所謂諮詢架構啦，唔係淨係講醫學有關嘅諮詢架構，譬如各方面唔同嘅香港幾百個啲諮詢架構啦，我哋叫諮詢式民主啦，港英嗰套啦，即係 OK。醫生嘅不成比例係高㗎，係啊，個原因就係醫生個有權威啊嘛，文化權威，人哋覺得佢中立，覺得佢講道理。咁其實港英喺冇民主可用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大量吸納咗呢班人。即係同埋，因為醫生佢係理科嘅精英。嗯哼，其實唔，當然搞政治㗎。嗱，可以咁講，叻嘅醫生當然可以兩互通啦，即係佢有歷史、有文化素養、有政治觸覺、有大壓力。呢班始終係精英嚟㗎嘛，佢當然可以做得到啦。但一般嘅其實嗰個思維方式咧，其實比較理工科嘅，比較傾向於保守㗎，比較保 mechanical 嘅，即係話相對嚟講，政府要耍佢哋係容易嘅好多嘅。咁因為呢班人其實你只不過係十分可愛。大部分醫生前線醫生真係好咁你幾分鐘你要我做，咁我盡力做俾你咯。佢真係好簡單嘅啫，天真嬌嚟㗎。咁同埋喂，老實講，佢哋喺個醫學嘅訓練裏邊係極捱得㗎嘛，又勁做得㗎嘛，可能剝削。咁所以點解梁家騮先要彈出嚟打呢個標準工時啫嘛？係啊，咁但係醫生嘅大部分啦，即係我自己理解啦，其實即係喺而家同醫管局個關係咧，就係我喺度捱你六年，攞埋個專科牌我就走啦。嗯，即係個氣氛係會咁。所以所謂醫療人手不足啊，公司型失調啊，其實就係因為醫管局自己趕客啫嘛。咁醫管局其實嗰個成立，亦都喺呢二十年間咧，其實做咗一樣嘢，就係將個醫管局嗰個公共服務嘅文化咧，其實係扭轉咗。即係呢樣嘢其實係令到即係出了一些問題，即是話嗰個過往我哋好清楚，即係以前有公營系統啦，醫管局都係一種公營架構嚟。其實大家做得公共即係醫院嘅醫生咧，其實都多多少少有一種叫 public service 嘅精神。就算你睇佢嗰個 ranking 咧，佢 MO medical officer， 喂，其實個名叫官嚟嘅，係官嚟嘅，醫務官啊嘛，其實係官嚟嘅，係準軍事體制嚟嘅，嗰個就係一個 OK。咁所以殖民地體制係啦 ，OK 啊。咁所以嗰個其實本身係反映咗佢哋嗰個公共性質嘅。嗯，而呢樣嘢一直都冇變嘅，即係老實講，你喺私家醫院嗰度，如果佢有心跳出去嘅話，其實即係嗰個賺翻嚟嘅回報多好多啦。嗯哼，係咪？即係如果你講緊之前大部分即係婦科啊，當落嚟生仔，成行成市嗰陣，即係嗰個挖角你係根本差幾倍嘅，即係。咁但係當然留喺度嘅，當然即係佢哋係有一定最大原因，而家就係話我留，一係我就揾到位置，我上到 consultant 啊，我上到顧問醫生，我有個位，咁我行專業路線啊。係，咁我有個位置，咁咪繼續上。但係其他嗰啲咧，咁佢要諗喎。我攞咗個牌之後，我即係有啲人走咯，咁樣好多人都走咗。捱完仲唔走啊？係啦，咁個關係變咗咁咯，即係而家嗰個醫管局嗰、那個。
用嗰種即係商業服務嘅文化啦，即係有啲咁樣，即係所以現代化，你話可以係一個好事嚟嘅。鬼係現代化，但係商業化，最大嗰個控訴就係即係質素啦。因為即係嗰個產出服務咧，就係即係嗰個服務指標啊嘛。咁你做老細，梗係捽啲人做啊，好正常，全世界都係咁噶啦。係啊，質素咯。咁即係醫生最大嗰個反感就喺度。咁但係所以之前講即係嗰個標準工時就係話令，因為冇成本㗎嘛，我盡力，因為你係一個你自愿加班唔關我事。係啊，咁但係啲醫生大部分咧，其實就覺得咧係即係天真嬌嚟嘅，即係其實係因為佢混柒咗啊嘛，你發覺佢覺得反正一嚟就我就快走，我攞完個牌就唔搞咁多事啦，呢個係好主要啦。另一個就係佢哋真係好捱得。好叻嘅人，佢真係用盡佢嘅辦法，喺有限嘅資源底下，令到個服務不至於破產。咁就係呢班人喺前線幫你頂，而家佢覺得喂出咗單嘢，然後你拉我去打飽喎，係啊，入我數喎，係啊，嗱，佢哋咁樣捱法係令到醫管局可以唔增加資源情況底下，然後可以維持到個門面啊嘛。咁問題就係而家起義啊嘛，你專業嗰邊覺得唔想再接受你都多嘛。然後你呢單案件就係喂你呢個好明顯，如果你俾足夠佢嘅話，即係佢巡點會巡唔到啊？係嘛？咁所以下一樣嘢就話你嗰個工作標準，我唔講工作，我唔想標準工作時間先算啦。你嘅工作標準同埋你所要求嘅所謂資源支持夠定唔夠先？嗱，其實有一個好過癮嘅嘢，大家少留意呢樣嘢就係，當你嘅醫生嘅執業嘅時候咧，其實嘅僱主係有責任噶。嗱，好多人忽略咗呢樣嘢，就係你請得一個醫生去執業，你話呢個醫生係負責，佢就真係要負責。你就唔好同我講佢要嘅資源你俾唔足，因為如果你俾唔足資源呢個醫生的話咧，佢做唔到佢專業水平要求嘅嘢咧，佢有權唔做。好多人冇留意呢單嘢嘅咪就係講咗咯。以前有個默契喺度噶嘛，即係話其實佢做咗一種好特別嘅功能。其實呢個唔單止香港嘅，即係喺外國嘅，尤其是喺英國啦 ，NHS 制度裏面啦，即係全民醫療保健公家。即係政府提供的有個得意的政治現象，就是其實醫生佢係承擔咗種功能嘅，所以佢就叫做一種隱，即係一種叫做隱性嘅一種配給。咩叫隱性配給咧？即係話其實咧，你 NHS 都係一樣噶，因為政府喺個税收俾你，嗰個錢係個冧心嚟噶，永遠都唔夠噶。醫療係一個即係燒銀紙㗎嘛，燒銀紙同埋嗰個。喂，永無止境嘅喎，大佬，你永遠都可以再做好啲噶嘛？不成日就話公共性嘅問題啊嘛。係啦，咁所以話咧，其實你俾幾多佢咧，永遠都可以唔夠。可以唔夠噶，亦都所以話咧，其實你一定要透過一個嗱，同埋資源嘅分配其實本身有政治性嘅。咁醫生其實即係所謂管理醫療體系，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令到呢啲政府咧係避免一啲過度政治化。因為大家信個醫生啊嘛，只要我將啲資源掟嚟掟去，我唔係為一個政治問題啊嘛。真係唔淨係要信個醫生，而係直頭話你要俾醫生話事啊嘛，兩回事。其實大家睇下咧，喺醫生嗰、那個即係、就是、專業嗰個宣言裏邊咧，就有一樣嘢就唔應該因為你個即係資源啊、錢而咗乜乜，即、就、係、是、影響個診斷啊嘛。但實際上喺公立醫院做嘅裏邊係好大影響。其實佢係會幫政府諗埋點樣最有效率，用個錢即係點樣限米煮限法，同你煮到最靚噶。咁呢個就係因為你個實際上。佢有個 budget 啊嘛，你俾咗佢噶嘛，佢係有一種叫做即係叫做實際上個使管理權喺佢手上，所以其實佢係有一種責任去幫你搞掂咗佢噶。咁呢個其實個個行之有效。如果你有睇，我真係即係當然我哋做研究，因為真係話睇你政府管嗰 team 啊，因為我話俾你聽，醫管局每年500多-600億嘅 budget， 香港俾醫管局，你管佢嘅，你估有幾多人啊？政府？十個都唔使，差唔多嘅啫。冇啊！你坐喺度真係睇盤數嘅啫。係啊，裏邊啲嘢你識條鐵咩？係咪？係啊，你唔需要理啊，係咪？我淨係睇個公帑使用合理性，即係從個大圍上睇下大字冇走樣嘅啫嘛。你做官啊，梗係咁做噶啦。咁過往一直都所謂即係相安無事，但一旦但係呢個咁樣嘅呢種效率呢種嘅有效性啦，即係政府唔需要管。事實上亦都唔應該管咁多。以前英國佬係做到所謂垂拱而治啊嘛，家科咧，你專業自治啊嘛，你個社會自己照顧自己，而佢係信得嗰啲專業人士自己係會自律啊嘛，呢個好重要，所謂係放權嘅概念嚟㗎。係，同埋有即係殖民地都會放權。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自回歸以嚟咧，其實
反而港英咧係好多成民官做呢、這個衛生福利局局長，係啊，但係反而回歸之後睇下發生咩事。啊，楊永強第一個啦，係啊。係基本上醫療系統壟斷呢樣嘢，呢、這個到底係反映啲乜嘢呢？有人話係反映咗佢獨立王國點樣？唔係，我個感覺係政府嘅管治能力出問題，佢冇辦法管唔到，管唔到呢個獨立王國，於是佢需要喺裏面抽人上去。亦都深刻反映咗另一種權力分配模式㗎嘛。嗱，並不是所有醫學界嘅人都會坐落去嗰個所謂權力核心㗎嘛，明唔明啊？講得難聽啲，呢個係政治吸納咗你個專業啊嘛，或者政治凌駕咗你個專業啊，凌駕到咩地步呢？佢唔再空降民官落嚟管理，佢叫你嗰班醫生頭自己管翻你自己嗰班醫生喎，即係係醫生變咗民官喎，搞清楚呢樣嘢啊！醫生做咗官啊嘛，咁醫生做咗官，佢可唔可以唔理政治啊？嗱，咁即係已經知啦。係過往反而喺即係過嗱，我就醫管局或者即係以前醫務衛生署嗰個運作。都是基本上前線的醫務決定都一定是呢個醫療的一個集團，即係佢哋即嗰個精英去決定啦。咁但係呢、這個呢班精英同政府嘅關係，我覺得在回歸之後產生咗好大變化，好大變化㗎啦。其實好大變化，而過往你會發現咧，港英係維持得好清楚，我所謂授權俾你，你去做你份內事，我就做公家嘅事，而我係 A.O. 嚟㗎，我坐喺度嗰個。衛生福利司是 A.O. 嚟㗎，管理㗎。O.K. 係衛生福利司是 A.O. 嚟，但係冇嘢㗎喎。啊，相安無事㗎。係，但係回歸之後咧，發生咩事呢？就係、是、要喺佢裏面抽人上嚟。嗯哼，呢個係代表乜？我個感覺就係其實佢駕馭整全局嘅能力係低咗。佢拍唔到落去嘛。係，所以佢要揾你班人管翻你自己，即基本上係梁山招安嚟㗎。係啊。呢、這個招安嚟，咁明顯地，如果你話即係要咁樣抽咗上去朝廷，即係明顯地朝廷駕馭能力出咗問題，唔係朝廷嘅駕馭力高咗，係朝廷嘅駕馭力低咗。但係好過癮嘅就係一個集權政府裏邊出現咗一個山頭啊嘛，但係亦都係合理嘅。點解呢？正正就係由於英國佬無為而治放權俾你，你唔覺得要揾個山頭啊嘛？基本上你已經係無呢、這個花果山美猴王，冇人干涉你㗎。佢政府你有冇留意係港台係一樣㗎、當年就求其擺個 A.O.，大家都覺得個台長隱形㗎啦，各自做自己嘢咯。港台以前都從來冇衝突㗎嘛，點解過咗九七之後會咁大矛盾呢？就係、是、因為你政府而家個所謂新殖民地政府啊，港共政府咧，佢真係用到盡啊嘛。佢有權派人落嚟管住佢實質管治啊嘛，嗰啲乜嘢咪起義咯？咁即係港台嘅矛盾同你醫生嘅矛盾，你睇到一模一樣噶，就係、是、你踩過界，你踩過界咪起槓咯，就咁得㗎咋？咁而即係各個唔同嘅專業領域啦，香港都似乎引發咗一種叫做自衛嘅機制啦，係自衛機制嚟㗎，發生緊喺度即係蠢動啦，係啦係啦，即係本土化嗱。其實本來就不一定走向本土化的、即只不過政治形勢怎樣引導他，你沒路走嘛，你現在本土化想怎樣、但是問題就是喂，原來最大的威脅、好像最大的 agenda 就是那樣東西、那人家看得到當然會反抗啦，是不是？那很大問題，因為這個過往香港可以用一個相對低的社會管理成本而做出一即是第一世界，他真的自治嘛，因為他是依賴了即係嗰個專業人士的自治、這個是很重要。這個點解我建議大家看一看呢個流動經濟？他其實講緊同一樣嘢嘅，即係話喺個封建社會演進出嚟嗰種行會自治咧、其實是有一個深厚的傳統嘅。而家大家冇忘記到咧，其實西歐自羅馬即係瓦解之後咧、其實佢個封建社會係冇乜點好似翻天覆地幾百年中國一次嗰種嘅大規模民變，然後流沙式。即係冚家產式的毀滅啦，係咪？然後喺廢墟上面再重建㗎嘛，即永遠都係咁樣㗎嘛。中國循環喺西方其實冇嘅，佢有基本上大概一千幾年一種咁樣嘅冇經到咁大規模干擾嘅演進，而各個社會領域雖然感覺上你覺得佢嗰、那個即係擴張能力啦，的而且確中國大一統嗰、那個即係吸取社會資源嘅能力好強，養到好大嘅軍隊，將個社會平民社會剷平曬佢。好令到你好短時間可以令哇管治咁大規模嘅復原啦，係嘛？咁但係從長期演進嚟講咧，
其實很清楚的，你沒有那些呢，即你再看回嚴復當的講話，就是說我去那些租界看人家真的1000人、1-2000人的社群、啊、已經是我們做到我們一個國家的功能了、啊、而你找人社群，你沒有組織能力的嘛，即等於很簡單的嘛，你找13億人不代表有那11個人出來看到世界盃咯，對咯、啊、又到世界盃了，那不阻大家休息了，今晚就差不多了，好，拜拜。